你是病人还爸爸是病人啊？你看爸爸怎么把你床占了？一个人占了一张床，还打呼噜。爸爸也占了一张，也打呼噜，可能是病人的小事吧。行，我看行。你放那被子干啥？你现在睡呀、啊？我睡着呢。你睡着了。爸爸，你看。我给你睡，给你睡。爸爸，你看看，你在那打呼噜的。是吗？我刚做完，你也要做手术。呼噜打的比我还大。是是是是是。我打完呼噜，你就开始了。啊，这你过来，爸楼里睡觉来。你的呼噜声比谁的呼噜声都大。是吗？嗯。那你就呼噜。把扁桃体腺体都切了，快！明天安排手术。大不了睡觉了是吧？是的。行行行。昨天晚上都流床醒了呢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弄弄看谁来看你喽？快点激动什么？哎，慢点。不激动，不激动，不激动，宝宝，宝宝，不激动，弄弄弄弄，哎呦我的天啊！我还给你准备一个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手上是滞留针吗？嗯，对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姐姐，你看这个，有点好心疼呀，我的天，姐姐脸都瘦了，瘦一下啊，嗯，没怎么样呢，是的，是的，姐姐，我们一起玩玩具吧，有点疼，太疼是不是？哎呦，不摸它，不摸它，不摸它，哎呦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再坚持一下。你自己吃吧，别给哥哥吃了哈，哥哥不能吃这个。偷偷摸摸的，别给哥哥看见。哥哥馋坏了。好，你先不吃哈。你给他吃吧，给他吃吧。你先不吃，先不吃。姑姑给你煮了一些牛肉的汤面条啊，给年跟姑姑一起掰的。姑姑先去洗个手啊。妈妈，妈妈啥都不给我，就我饿坏。哎呀，是的吧？好饿，好饿，看你都饿瘦了。姑姑给你做的面条。他是不给他吃啊？一点也不给吃啊？哇，闻着好香啊！你吃个面包香不香呀，爹爹？爹爹，你到其他地方吃好吗？好不好？不要在这边弄馋的，好心疼啊！好了，我们吃面条了。吃面条，咱吃面条了。很好吃，骨头汤好的。好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香不香啊？哥哥不能吃，就你能吃。你现在不能吃呢，等你好了再给你吃哈。这是自己家烙的饼，你给春姐好尝尝。我肉饼吗？啊，对呀、啊哦。就是我们前天吃那个哈。啊。你慢点。不激动，有没有撞到哪里？想吃是吧？有没有撞到哪里？闻到香味了，哎呦。是的呢，可怜这几天他就喝点米粥，啥也不吃。一点味道都没有，闻到香的味道，抱起来吧，等你好了好了。姑姑做好了，给你进回家去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好了，给我吧，我收起来。小心手。给我吧。给我，妈吃。你说，你现在不能吃呢。妈给你弄面条了。好吃吧？小猪一样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在外面点的外卖好，他那个面条哈不烂哈，还是大姐做的，好吃。对，花有营养。对。还有左手吃饭了，马上变成左撇子了，右手在挂针，右手不方便呀。哎呀，真的饿了，真的饿了。对，他给你来一碗哈，擦一下嘴巴哈。要你们来他还开心点，你要不来他就苦苦的、闷闷的坐在床上面。没有人玩哎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来人了，哎呦，到处能走走。我等了。那我等过年找你去我们家好不好？好。耶、yeah! ，在家里面听妈妈话哈，背一条笔哈。哎呀，你出来干嘛？你穿鞋子呀？你不用你送的，妈妈送吧。妈妈送就好。那他妈妈走了。哎呦，好好好好。行，大家别出来了，衣服都没穿呢。好，回去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